王树，大明重臣，威武不屈，勤政清廉，明宪宗时宦官把政，吏治混乱，边境的镇守太监更为当地一霸，蜀国安南也对我大明边境虎视眈眈。云南镇守太监钱能以收受质疑为借口勒索地方，贪腐无度，污蔑，肯定是污蔑。朕的御用太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启禀皇上，王树王大人请求觐见。让他进来。皇上不必多礼，爱卿是不是也来说潜能之事？正是，既然云南地方多次奏报，臣以为皇上还是调查一下为好。臣知道皇上极为信赖钱大人，可是宋人言凡事于朝者，凡事于朝者以愧为极门为耻，事于外者以包居入都为耻。今动辄曰质疑质疑而不羞于人，我宁不自耻哉？皇上，每次你弹劾贪官污吏，必说这句话，朕都背下来了。好了，爱卿，朕听你的，一定调查。你先回去吧。这……可不久后，云南边境果然出事了。臣云南镇守太监钱大人属下郭景见过皇上。你怎么大老远的从云南过来了？回皇上，蜀国安南的捕盗兵擅入我云南边界境内，图谋不轨，钱大人请求皇上下诏书，卑职带诏书前去安南警戒。安南骚扰我边境，这诏书非下不可。然而事情又出了蹊跷。什么？郭景出使安南不经广西，竟直接从云南前往。我大明国治，云南民族部落众多，与其接壤的蜀国安南与我方来往一律经广西，云南安南不得互通，郭景此举却是何意？爱卿可否帮朕去云南查看一下？臣领命。大人，您真的要去云南？你是何意？属下知道朝臣们都私下议论潜能在朝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且安南近年来势力嚣张，去云南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所以才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领命。大人，边境无小事，你怕了？属下若怕就不是王大人的属下，只是替大人您担心。而且刚才属下在门口发现了这个。
黄金做成的柳枝。柳乃刘之意，钱能的心思比这柳枝还精巧啊。钱能这是在贿赂您不要去云南。哼，事于朝者以愧为极门为耻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咱可受不起。走，给他送回去。是。这儿。敢问大人是？巡查云南的右都御史王树，王大人到。速速换马，要最快的。啊，是。怎么这么半天还没牵来？大人，此马毛色油亮，是广西驿站最上乘的快马。就这匹了。上。大人，车陷进泥里了。哎，南方就是多雨，本官下来和你一起退。大人，不用。糟了，马昏过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马病了？一路上马都是好好的，属下也不解为何突然倒下。要不这样吧，大人，前方应该有客栈，属下护送大人先住进客栈，客栈都有照料马匹的人，属下带他过来看一下。嗯，也好。这是什么？从马身上流下来的水好像泛着油光。回大人，怎么样了？马已经抬回客栈安顿好了，果然像大人所说，马的皮毛被抹了油，油色褪去，毛色普通，这根本就是一匹普通马，而非上等快马。都怪属下当时没看清楚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咱们太着急赶路了。客栈的人给马检查，发现他突然昏倒是因为吃坏了肚子。马果然被冻了手脚。秋雨连绵不停，天气湿冷，马虚弱又着了凉，估计两三天都起不来了。什么？哎，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。大人，马被冻手脚定有文章。是啊，这定是潜能所为，以及拖延咱们到云南的时间，无非是给郭璟更充裕的返回时间，更加说明他派郭璟以非常之道去安南别有所图。这正是欲盖弥彰啊。大人如何打算？他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既对咱们有所防备，咱们就必须由明转暗。怎么，不习惯自己的新身份？大人。嗯。不，老爷。走，来马，上路。不是王树吗？老子在此等待多日，他怎么这副装扮进来了？不想钱大人知晓，给其措手不及。哼！不知郭璟是否返回？你在城门这儿盯着，看见绝不能放过。我去找钱能。他会见大人吗？他在路上动手脚，定是不会见我。
所以我才这副打扮去投亲。钱老爷，钱老爷，谁？小老儿是钱老爷远亲，是来府上投亲的。我们钱大人说了，他的亲戚里没有姓王的。啊，看来钱能的眼线颇多，果然是当地一霸。哼，这个不识抬举的王树。钱国公，王大人久仰久仰，王大人千里迢迢到此，实乃贵客，穆某受宠若惊。钱国公客气，王某登门实是有事相求。王大人请讲，只要在穆某能力范围内，定会鼎力相助。实不相瞒，王某此次是奉皇命查办钱能贪腐一案。钱能确实贪名甚重，世间时有风闻。钱国公家族世代镇守云南，掌管军政，王某到此势单力孤，不知可借一小队兵士协助王某调查。这，王大人，恕穆某直言，此乃朝政人事，为何不求助于本地官府？协助王大人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呀。别提了，王某怎会不先找他们？只恨钱能在朝在野均有势力渗透，连京城朝廷内都无人敢动他一动，这地方上的官员更是畏手畏脚，写个奏书通报朝廷已是胆量的极限了。钱能树大根深，穆某不得不佩服王大人不畏权贵的胆识气节。为还大明一个清明吏治，王某无所畏惧。可是穆某的职权只在军政，这朝臣内政穆某无权干涉呀，穆某恐爱莫能助。这穆某并非有意为难大人，只是能否请大人换一种方式，方便穆某出手相助。王某明白，还需再考虑一下，在此谢过钱国公。对了，王大人，穆某知道郭璟出使安南一事，守城官兵均是穆某之人，还未听报其返回。这么说，郭璟还没回来，多谢钱国公。王树都到了，郭璟这个家伙去了这么久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哎，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？让一让。快关城门，安南兵来了！安南兵，别挡我路，你是什么人？敕命巡查云南的右都御史王树，王大人。就是老霸人官的那个王大人。放肆！王大人弹劾的都是你们这些贪官污吏。怎么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啊？门外什么人？护送我回来的安南义夫。义夫，莫非是？我们快去请钱。你是什么人？你不是驿站牵马的人吗？快放了郭大人！听见没有？山高皇帝远，你们两个惹得起当地土司？你是土司的人？一马是你们动的手脚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土司大人和钱大人交好，谁对钱大人和郭大人不利，我们定不会袖手旁观。看来钱能还和当地势力收受贿赂，相互勾结，要查办他更是难上加难。怎么样，王大人，聪明的就不要和钱大人过不去，咱们定不会亏待你。你们就是这样贿赂钱能的，可我跟他不一样。我们中原有句话，事于朝者以愧为棘门为耻，事于外者
以包居入都为耻，真是可悲。哎，外患将近还不自知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门外就是安南军队啊，分明是一帮义夫，人是郭景带来的，你问他。这姓王的不扳倒钱大人和我，誓不罢休，我怎能给他一把柄？你危言耸听，门外就是义夫。你蝇营狗苟，相互勾结，可知即将误国，唇亡齿寒。郭大人，你不是说通报一声，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开城门呢？你怎么不答复他们？门外听好，我方前国公即刻会亲自出来会见列位使节。前国公不是管军队的吗？不管是否真是军队，我先回去向土司禀报为好。哎，随我去找前国公。大将军远道而来，鄙人有失远迎，失礼失礼。我安南区区几十义夫，何劳前国公带兵迎接？安南来客均是贵客，咱们城下叙谈。郭景，你的钱大人大势已去，若聪明的话，本官问你什么，你就从实招来。钱能派你去安南，为何不守国制，径直从此地前往？请。请。穆某有些事不明，还需请教将军。什么？根本就没有安南捕盗兵擅入我边境之事？是，钱大人只是找一个去安南的借口。为何要去安南？钱大人想贿赂安南王，因此才派小的带上诸多珍奇宝物，直接从此地出发。钱大人派郭景献给我王诸多云南珍奇，我王也回赠给他诸多安南宝物。这是安南王回赠的宝物？就这些？大部分都在门外安南义夫那儿，宝物太多，小的一人拿不了，所以安南王才派义夫跟随小的。钱大人主动示好，意图是什么？无疑就是暗示，云南与我安南都需要互通有无。暗示，我安南常年都向你大明进贡，现如今何不改掉进贡必须经广西进京的旧制，而取到云南？钱大人果真如此说？正是，钱大人就是让小的这么带的话。哼，这个钱囊无非就是想从中克扣贡品，中饱私囊。如真能直接经云南进贡，我王极为感激钱大人美意，因此盛情派本将还让义夫带着我安南宝物护送郭景回来。这毕竟是两国交好而无关军政，还请钱国公成全我王和钱大人之间的美意。好好，带鄙人回去安排一下。现在事情全部水落石出，钱能利用此机中饱私囊，安南则是利用此机尽溃我大明边境，野心昭昭。钱能私通外国，引狼入室，国法难容。鉴于其已涉及到军政，穆某愿意配合王大人查处此人。好。安南大将军，我方在此严正声明，云南不可作为入贡通道，此国制不变，请安南谨遵。请安南列位使节返回，请我方士兵欢送安南将士。送安南将士，送安南将士，返回。大人，又搜出诸多土司贿赂钱能，以求迁升为宣抚司的诸多珍宝财物，连同他受贿安南的财物，全部作为物证呈给皇上。是。钱能内外勾结，不
私通叛国，中饱私囊，贪腐无度，太令朕失望了。王大人，皇上惩处潜能的诏书已经下船驿站，相信不日就会到云南了。云南又少了地方一霸呀。大人，这是什么？刚才前国公的兵士又从云南驿站截获的潜能之物。皇上的诏书已经下达，他居然还向皇上进献黄鹦鹉。事于朝者，以愧慰吉门为耻；事于外者，以包居入都为耻。至此地步，仍不思悔改，不知羞耻。王树为官克勤克俭，尚书议事，财务清明，感化他人，支持改过。诸多官员也以王树为楷模，严于律己，大明得以吏治清明，王树功不可没。世人都夸两经十二部，独有一王树。